过年呢，给家人们做一道蒜蓉粉丝富贵虾吧。今天我来把方法教会大家。首先我们把虾子去掉虾脚还有虾须，从头部挤出虾脑，抽出虾线，再剥掉中间的虾壳，这样我们就把虾子处理干净了。再从背部划开，尾部不要划断，把虾尾从中间翻过来备孕。剁好的蒜蓉中加辣椒，淋上一大勺热油，加盐、白糖、蚝油、生抽，顺时针搅拌均匀，调成一个蒜蓉汁。泡软的粉丝中加入一勺蒜蓉酱，搅拌均匀后铺到盘底，再把虾子整齐的摆上去，放上蒜蓉酱，放进蒸锅，上气蒸5分钟。出锅后放点葱花，淋上热油。年夜饭的餐桌上做这样一道菜，既高端还好吃，你可一定要学会哦。